又看见黑压压的人头了。一年就这么一两次，去年就赔了，我挣的还没我媳妇挣的多呢。要是再不想点别的办法，今年奖金都发不成了。看来光指望电影啊不行了。让我给说准了吧，当年咱俩看小花的时候，我就说刘晓庆肯定能成大明星，怎么样？是吧？演的是挺好的。嗯。哎，你说那姜文演的也挺好的哈。嗯。听说才20多岁。嗯。你说他演右派，演这个中年人多像啊。可是。你说他那个笤帚怎么想出来的，跟跳舞似的。哎，青儿，你说，要是我跟姜文站一块儿，我们俩谁长得好看？还真可能你长得好看，那眼睛老那样，老眨嘛。他不光老眨眼睛，他还好这样呢，还好这样呢。是吗？刚才啊？你没注意吧？没有啊。我看的可细了。是吗？不是。哎呦喂、哎，你说，要知道姜文能成这么大明星，当年我也考电影学院就好了。你说这中国男演员怎么了？嗯。把追捕。那杜秋以后、嗯、这个一个比一个丑，嗯，真没准没你长得好看呢。不是，他们长得跟横路似的。哎，嗯，你说咱们现在比结婚那时候还好呢哈。可不，关键咱日子过得好啊，不缺吃不缺穿，咱还有钱花，是吧？孩子也长大了。嗯，我现在上班也不这么累了，对，你也不东跑西颠的了。嗯，你要能这么一辈子该多好啊。你别着急，你等着，我现在正谈着一笔大生意，你等我这生意要谈成了，那咱后半辈子都够。什么大生意啊？我吧，正跟他们联系着呢，让他们从香港进一大集装箱衣裳过来。你想这一集装箱多少衣裳呢？就算是对半的利吧，那就赚老多了。那咱们就挣够10万了吧？十万何止啊？怎么也得20万呢？挣这么多钱啊？嗯，不犯法吧？瞧你说的。咱是卖衣裳，又不是卖毒品呢，犯什么法呀？20万，那咱们单单下辈子都够用了。对呀、啊，挣够咱就不挣了，你可答应着我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又来了。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东北这一笔生意做成了，我就不瞎折腾了。咱吧，开一小店儿，哎，咱不图赚多少，只要够咱花就行。你说呢？大海，咱开一花店，嗯，开天天看着鲜花。心里多舒坦呢！哟，那你不就成卖花姑娘了吗？那你不就成了大花匠了吗？说什么呢？听着那么别扭，吓得。越来越用功了啊！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现在什么书都不看，就看英文。刚才看的是那个许国璋，现在要看《英英九百句》。闲着没事学着玩呗。哎，你要是真没事，我给你推荐一本书，你看，金庸的武侠小说。李教授给我推荐的，我告诉他说这是成人童话，你看了你就知道，特别过瘾，真的。我对那些不感兴趣，打打杀杀的，你自己留着看吧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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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爱看武侠小说，我不喜欢听交响乐，咱俩这回看来是越来越没共同语言了啊！是啊，就剩下请跟我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自编自导那剧本写的怎么样？啊？我彻底想开了，写出来能怎么样？现在拍电视都靠拉赞助的，我又没名气，谁给我出钱呢？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今天去德国成功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要不说我还给忘了。他走了2年了吧？啊？那当然，我们结婚就2年。哟，那他要是回来了，咱俩不就没地儿住了，多可怜呀、啊！那都没事儿，你就住我们家去。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什么是没意思？什么都没意思。工作没意思，将来回我们家住更没意思。
将来将来更没意思。哎呀，什么都没意思。我睡觉了啊。谁带来了？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闲下来了，他们动员我好多次，让我出来也活动活动。嗨，活动活动应该，生命在于运动。哎呦，他来的目的跟咱不一样啊！我呀，有风湿性关节炎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听说气功大师发发功就好了。哎，气功大师有特异功能，哎，在气场里边，他只要一发功啊，全都跟着动起来。解放前啊，就有跳的时候了。你别瞎说啊！人家大师听见了，叫你肚子疼，你直不起腰来。他敢？我一辈子相信唯物主义，还怕这个？在家呢，没上班去今天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现在不坐班。够幸福的啊，你们啊！幸福什么呀？整天无所事事，没意思极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在家自个儿好好看书啊。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？我怎么躲你呀？我就回来拿本书。我发现你最近特别爱发脾气。哎，谁发脾气？你看，说说你又来了吧你啊！哎呀，人不是冲你，没事，你就是冲我也不要紧，谁让我是你老公呢？来，我发一个，你再发一个。有件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还弄那么严重？你是不是在外面爱上什么别的男人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会九阳神功。我想出国。什么？自费留学去美国。学什么？学电视制作。我已经联系了几所的大学，其中有两家已经同意录取。你看，我希望你能同意，也希望和你能一块儿去。我知道，你这研究生刚上了一半，心里又不会同意你去。再说美国使馆看我们是夫妻，肯定也不会签下来证。你准备去多久？至少两三年才能拿到学位。同意不同意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去美国上学呢，需要有担保，你那边有吗？我爸爸的一位同乡在美国大学当教授，他同意为我担保。那机票、学费，还有其他的？机票我哥答应帮我出，
护照和签证他也可以帮我办。至于学费和生活费，我想我自己能打工。现在在外面留学生都自己打工赚钱的。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。你把一切都办好了，我同不同意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，你是我丈夫。可我当丈夫的是最后一个才知道。如果今天不问你，你会告诉我吗？上飞机头一天，还是干脆一走了之？陈焕，你怎么这么对我说话？你从来没对我发这么大火。你太过分了。你，我承认我过分了，可是我怕你阻拦我，动摇我的决心。你知道吗？我迈出这一步容易吗？也不告诉我一声。平平出国你是答应了的啊？不就那么一说吗？你还当真呢？哎呀，答应闺女的事情还能不算数？不是，我是担心啊，她一个人去美国人生地不熟的。哎，听说美国人人有枪，平平有杀人案、强奸案呢。哎呀，当母亲的都像你这么胆小啊。那中国女孩子别出国了啊，男孩子也别留学了，咱们都回到大清国，啊，让老佛爷管着咱们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可不是那意思啊。咱们年轻那会儿也没想那么多啊，凭着满腔热血就直奔解放区去了，也没跑过封锁线，也经过枪林弹雨，也有人死过。陈耀明，哦，别想这想那的，趁着年纪轻轻的啊，出去闯荡闯荡，比窝在家里强。什么叫改革开放啊？改革开放那个开放，就是让人出去也让人进来。这把大门一关，不让人出不让进，这叫闭关自守。知道知道，别给我讲那么多大道理啊。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嗯，刚买的包子还热乎。还生我气呢？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可以不去吗？这包子太难吃了，咱俩回家煮面去吧。你知道我一人在这想什么呢吗？我想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21年，从认识那天起到现在7000多天，我从来没勉强你做任何事儿，对不对，平平？你要说我生气，我就气的就是这个。你应该知道，你想做什么，我永远都不会阻拦你，可你还是信不过我。这次不同。我要出去至少1-2年，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才舍不得提出来吗？平平，别这样。哎，平平。下雪了。平平，你别这样，你倒是让学生看见，以为我欺负你了呢。我不喜欢整天看那些业余作者的破剧本，整天待在家里发呆。眼看我们的距离一天比一天大了，再过几年我就30了，不换个环境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你别哭了，你再哭我也哭，我告诉你，我嚎啕大哭。不，谁不哭谁是小可儿，跟我一块儿哭吗？行了，咱俩回屋哭去。平平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们去德国那个同屋啊，他不回来了，所以那小屋。我真糊涂。
这对你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真是无所谓，过两年我还会回来的。哎呀，我多么想念我们那间小屋，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回忆。跟他比，清楚有什么用啊？上大街看风景更清楚，关键是内容啊。现在人们就喜欢这个，只要是香港武打片拍的再次有人看。我就弄不明白这事儿，咱大陆多少武林高手啊，都是真功夫啊，怎么一拍的跟假的似的？现在啊，人家是能把假拍成真的，咱们呢，把真的也拍成假的了。把这个留给你用吧。什么呀？这是我哥从日本给我买的，这叫傻瓜相机，挺适合你用的，你自己留着吧。这样吧，朋友，还是你拿着，到了美国以后啊，拍点照片给我寄，啊。别忘了，按约定的时间到，我们该等电话。对了，美金呢我都放在这个包里了，到时候你收拾。我听人说美国小偷特多，别老想着打工就行。我跟姐夫说好了，帮我换美金呢，以后咱们慢慢还吧。行了，他挺高兴的。别老一个人在家煮面条啊，这回没人跟你抢鸡蛋吃了。嘿，你真好，省着刷碗了。Thank you.
来了，姥姥亲一口。放心吧，你又接上了，我瞅出来了，你这小丹丹啊，自打生下来就轮番让人亲，脸皮都亲厚了。哎呦，这脸怎么成小花猫了？我吃巧克力呀，给你伺候着呢。哎呀，姥姥拿着吃，来。啊，忒宠着了啊！就这一个宠就宠呗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闺女回来了，来，爸吃一点。又来一更宠的，得。来，看看爸给你买什么了，快过来。哎呀，这回爸买的这个。你肯定喜欢吃，看，瑞士出的巧克力贵着呢。那姥姥这块呢？要爸爸的。嗯，小东西打小这么喜新厌旧，都让你们惯的，想要什么给什么。人不要啊，还变着法儿提醒呢。这不是家里有这条件吗？嗯，就是，咱是没赶上好时候，得让闺女给咱补回来。补什么呀？多少玩具了，家里都没地儿放了啊！好好的玩具，几十块钱，说话就拆了，糟蹋钱玩意儿。糟蹋又怎么的？闺女高兴就成。甭当时跟你说这个啊。现在我们就是小皇帝，今后怎么办呢？今后跟平平一样出国留学的，我可舍得们那大宝贝去受苦啊！那我闺女可不能打工，哎，我现在开始存美金了。切，走，做作业啊！去，乖，奶奶，现在咱们做作业，一会儿妈妈陪你一块儿看动画片。哎，还说我呢，比我强到哪儿去你？哎呦，哎，又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跟传说角似的。这叫传呼机，也叫 BB 机，看着。臭钱！现在可实行了，看谁啊？哟嘿，亮子，我得回电话。哦，就这小玩意儿，谁叫你都告诉你了。哎，一呼，不管我在哪儿都能收到，就是回电话不方便。明儿咱得自个儿装一个。看你美的，以为有钱就能装，这得平平他爸那大干部才行呢。哎呀，这一提平平，我这心里就堵得慌。好端端小两口拆了，我们画又得打两年光棍。两年，妈，我把画给您撂这儿吧。画要不上美国找他去，离婚了。呸！你个乌鸦嘴，平平不是那种人啊！他们俩二十多年交情了，多少年交情，您也不能弄我一脸唾沫星子呀！真是的。不过您说的其实也对，你想，画又对他那么好，没有理由不回来呀、啊。他需要半个小时，可离北京太远了，14000公里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的生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不管我在哪儿，不管我干什么，我都觉得你好像就在我身边，只要我一回头就能看见你。
我的英语已经基本过关，能听课，能和美国人交流，也总算能真切地看这个国家了。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，如果不是身临其境，你根本无法想象到他们生活水平已经高到什么程度了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太落后了，也许永远也达不到人家现在的水平。我找到一份工作，在一家中国餐馆洗盘子。你知道我是最讨厌刷碗的，你无法想象美国人吃一顿饭要用多少盘子，而且个个都是那么油腻，真恶心死了。美国人很讲独立，既然是出来闯，我不能伸手管你们要钱。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，累。每天的时间都是用分钟计算的。我得跟您好好聊聊。你们坐着说，我给你们泡茶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呀，正有事要跟你们说呢。干完这个月，我就不想再干了。哟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您要嫌钱少，我们那份可以再让您提一成。对，要多少啊？您一句话的事儿，不是钱的事儿。我的家里啊，离不开我。公公婆婆岁数都大了，孩子也3岁多了，丈夫整天不着家。该好好教育教育孩子。我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我想给他买架钢琴，找个老师教他。我不是早就跟您说了吗？我掏钱雇人帮您，要不然钢琴钱也归我出，成不成？您千万不能走，您这要是一走啊，我们又得卖面条了。就是啊。这样吧，我回去商量一下，如果家里人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总不能瞒着他们一辈子吧。爸，您的茶凉了吧？嗯，您沏上点热的。哎，哎，妈，嗯，出去啊，有事儿。哎，哎，群艺啊，嗯，来来来，你站着，来，我给你发点空，把眼睛闭上。嗯。都行啊。哎，有就说啊。知道了。没有就别瞎说。妈，我刚才真有点感觉，腿站不稳，直打晃。真的？啊。汉平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可不是我瞎说的，这就叫气场。哎呀，人家群英干了一天的活，让人站着别动，他能站吗？讨厌。哎，妈。嗯。我有点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哎，快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人家还等着我呢。哦，那以后再说吧。哦，好，那好吧。把您的报纸。
自己来。哎。对了，有个好消息呢，我忘了告诉你。我有个朋友在一家公司当老总，也是国营的。他们需要找一个靠得住的管理人员，我把你的情况一说呢，他们就答应了。当然了，也是为了还我一个人情。月工资呢500，一去就是干部编制，怎么样？明天我带你去见见他们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这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不是一直想当干部，想找个正经工作吗？这是多好的机会啊！啊，工作又不累，又不需要什么专长。要是别人介绍的，我就去。你介绍的不行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啊？别人给我一份工作是冲着你的面子，可我不想依靠你。再说，你也靠不住。照片了？什么照片？你要是为这个吃醋啊，就太没意思了。这是我们公司新招的小姐，专门负责跟客户联络感情的。你别看她跟我这么亲热，其实呢，她对谁都这样，这就是她的工作。说穿了，也就是个花瓶。我们也就是拍着玩的啊。这话要是让她听见了，她会怎么想？他能想什么呢？女人嘛，只要一摊上钱，也就不值钱了。只要她有求于你，无论她长得多么漂亮，受过多高等的教育，外边显得多么高贵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商品。那男人呢？男人是不是有了钱，也把女人不当回事儿了？你是我老婆啊，跟他们不是一回事。一达，我也是个女人，本来有件事想跟你商量的，现在不用了。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。这是单位的证明，我已经把工作辞了。谢天谢地。别急着谢呀，我还有条件呢。说，只要你能留下来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从现在起，咱们应该是正式的合伙人，到工商部门重新登记，但是营业执照要换我的名字。换？那我呢？这房子的产权还是你的，所有的利润有你的一半。不过这个饭馆要由我来负责经营。这又何必呢？咱俩原先那样干不挺好吗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只是不想依附任何人。我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哎，进来啊！咱俩都是四川老乡，你要是好好干啊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哎呀，来吧，不用紧张。没什么可怕的，我刚来的那会儿啊，比你也大不了多少。这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。哦，妈，我找了一个小阿姨，叫小芳。阿姨你好。啊，哎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找阿姨来了？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家里的事儿都顾不上。工作？你不是在食堂吗？我当管理员了。哦，来吧。哎。不要以为你们是四川老乡，我就会特别的关照你们。四川人多了，我顾得过来吗？不过你们要是好好的干，生意好了，你们的工资自然会增加的。
也许将来你们还会开自己的饭馆，但是要牢牢地记住两句话：一是不要怕苦，二是要把自己当人。嗯。